又聊世纪，每日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西西里人对上斯拉夫人，这场比赛是天梯阿拉伯地图。好，那先来看一下这位西西里人啊。西西里人的话，他的这个城堡呢，盖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你要跟他拼城堡盖的话，是有点盖不太的。那除此之外呢，他这个 TC 也是盖非常快的，是有这个 100% 的盖 TC 的效率。那他入境军事单位呢，还可以减免 33% 的额外伤害，非常高。像这个战矛兵啊，还有这个骑兵哦，受到这个马弓安闲战术也可以抵消掉一些伤害。那他的骑士呢是最强大的，重装骑士哦，对上骑兵跟长矛兵哦，也是有这个减免伤害效果，还有骆驼也是。所以呢，他其实是可以出骑士无脑出，然后直接用数量压制对手的一个文明哦。那西西里人的话，还有比较特别能力是，他只要升级农田科技的话，都会增加 125% 的食物，所以他到了后期农田数量是非常夸张的。那他这个城楼还会取代这个瞭望塔，所以他城楼也比较大根一点，但是石头消耗量比较多，所以一开始他石料是多加100的，所以石料会比别人多一些些，那可以让他差两个城楼。那之前云大有出个教学影片哦，就是用这个西西里哦，然后插城楼的方式守住自己的重要金矿点跟果子区哦。像这种地图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会插这个位置哦，啊，这里插或者直接插中间这个位置。如果再好一点的话，能插两个位置是最好的啊。那金矿跟果子守住，然后直接走上城堡时代开农，然后出骑士啊，无脑骑士爆直接打赢这样子。那我觉得西西里这个打法也是蛮适合新手的，因为有城楼守住的话，自己要防守的范围就比较少一点，自然就可以守住一些对手的骚扰。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对手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话，现在农田效率是 10%， 跟以前一样，但是他这个工程制造所占费也是减 15%， 但我觉得这是他最强大的地方，是这个软甲技术有给到斯拉夫人，造成他这个金冠皇家侍从可以让这个步兵可以造成扩散伤害的效果变更强大一点。那斯拉夫人的这个软甲技术让变兵勇士存活率更高，他输出的时间更长，所以让斯拉夫人后期这个威力更强大了一些。而且他的贵族铁骑也变便宜了，现在只要60黄金就可以出了，好，比出这个重装骑士还要划算，而且防御更高。好，不是60黄金，是70黄金。好，纠正一下哈，70黄金，那肉一样是60哦，那6070金，而且骑士是75金嘛，你出贵族铁骑还可以省5黄金，然后体质还比骑士还要好，所以斯拉夫人的贵族铁骑最近有这个直线上升出场率的趋势。那后期还是比较适合打这个剑兵勇士配工程系的打法，然后还有这个贵族铁骑。好，那我们就先加速一下，那一样我们先讲解这个前期的一些经济。那目前看起来斯拉夫人的果子区是比较危险一点点而已但他金矿处蛮安全的，这边稍微小围一下就可以围起来了，所以其实也不会太受伤，而且金矿处在很安全的位置，虽然果子比较难受一点，而且还有高地哦。那西西里这边也是也是差不多的感觉，但他这边可以直接这样考虑围一下，这样子围一个 L 型的。哎，这边出门哦，看来是要西西里要打塔攻哦。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西西里有这个石头优势哦，一开始石头比较多，哦，人家只能插一根箭塔，他可以插两根哦。所以这边看一下西西里要怎么进攻，但斯拉夫这边是打棒棒骚扰，这边可能要先稍微围一下，预防一下对方的骚扰进攻，都把这个重要资源区给围住了啊。待会出来的村民都直接撒农田就好了，直观。好，这边直接升到封建时代，会先去插哪里呢？直接插这个位置哦，先插到果子，然后再插上高地，是不是？哇，看起来很有料。好，那由于西西里有插塔，有挖石头，所以这边可以连环塔。好，这边可以杀到一村吗？残血收掉，哇，直接收两村，非常赚啊！这两棒棒打不到任何东西，直接对木墙无能狂输出啊！无能狂怒，这边有点太贪心了，没有连环塔啊，没有连环塔的话，后面这个箭塔就没办法去帮到这根箭塔，所以这个箭塔只能挨揍。这个箭塔看起来是盖不太起来，觉得这里应该不太好。但是现在西西里是可以出枪兵的，
这个陈乐是可以取代军营的，所以你就不用出军营这个东西啊，就直接出陈乐长钢兵开始戳啊。好，看起来是要倒了，沙金特卫兵来不及出来，直接取消不出。好，出长钢兵。好，那这边可以在后面、考虑插这个位置，我觉得一步一步慢慢深插就好了，其实没必要这样子。不插连环塔，因为不插连环塔很容易被对方守下，当然这个攻击效率会差了一点。好，这个箭塔应该是来不及先盖好，人家直接上亿人开始盖箭塔。大概慢一点点而已哦。好，慢了一些些，但箭塔还是盖好。现在人家有这个村民上优势哦，可以直接拉村民哦，直接硬拆哦。那你这边长枪兵哦，还会直接被射掉，很危险哦。所以这边就是目前是由西西里拿下点优势的一个状况。斯拉夫如果是连环塔慢慢插进去的话，可能局势就不太一样了。他可以很轻松的守住，或者继续进攻，都不是太大的问题。这边直接收身再打，收身再打。西西里打得有点微妙。这一波塔攻没办法赚到任何甜头。好，那村民数这边是有稍微落后，大家富人这边好像是有点断村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好的 feel 啊，这个经济上。好，那至少这边这个箭台又有锁住了。好，那斯拉夫人这边是围死。好，这边要来直接吃果子啊，不插塔。这一根塔125木头，125石哦，非常贵。好，这边两只棒棒一样在敲，但是这边有刺头居然溜进去了，直接关本兽木墙，赶快围，然后直接说明围殴一下。OK， 收掉这只刺头，这边盖一个房屋。这里要不要考虑下模仿？但这边如果下模仿的话，会有点危险。对面如果转个小弓出来偷射射。这里也是没办法继续安心的采，好，直接采果子回家吃。大湖草莓远程外送。哇，你这个带肉还要打架，拿这个草莓去扁人是不是？哦，我知道西班牙番茄姐是不是？拿这个食物去扁人，每一只村民都有十个肉。好，那把这个肉带回去吧。你在闹啦，西西里！现在见好就收，虽然也没有到好，但我觉得适时的停损是不错的，不一定要打出东西哦。哇，结果这边直接损失一只村民，走上来开砍，先打长枪兵，但好像可以再收到几村。啊，刚刚斯拉夫有被杀两村啊，所以村民有落后啊。对，我都忘记这件事情。好，这边西西里直接损失掉了。一村，然后斯拉夫是三村哦，非常亏。第四村又被拿掉，啊，原来这个就是西西里不撤退的原因吗？哇，这个箭塔要是能起来，相当舒服。这边刺头直接被戳掉，这边长矛兵直接一个手动开戳，点戳，戳掉两只肉嘛，很赚啊。这根箭塔要敲吗？我觉得有点不要哦，后面这个棒棒来了。帮忙来再敲下去，可能会敲到头破血流。好，先优先打长枪兵，但是自己的村民有点危险，血量有点残，但落马数量不够多，剩两只，而且对方长枪兵数量还是有，这里搞完撤退比较好。好，这里黄金挖的有点多，赶快靠买卖上城堡stack。好，村民剩下三只，赶快闪，拿到了四村的优势哦，非常巨大，这个拿下非常的赚。那这三只回去继续采资源了，就不会亏了。那如果这三只没办法回家的话，其实就是有点五五开了。好，那斯拉夫人这边是优先可以上到城堡stack，因为谢谢你刚刚投资一些落马关系哦。好，这边收掉残血的村民不亏五村，这里还有一只残血的啊，八滴。这边再稍微加速一下，看起来两边上到城堡stack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这边直接开围一排，让对方的步兵没法进来骚扰。长兵继续打来打去，
这边挖非常多石头，看起来斯拉夫人要来直接给他吃大亨堡啊，想来把这个对方的 TC 直接插爆。但西西里这边石头量也是可以足够插一根城堡来对应的，所以如果斯拉夫真的要这样打的话，很容易被自残。而且对方西西里现在有斥候优势，视野上可以准确知道对手哪时候要出门。这边但是棒棒过来骚扰到喽，有点烦。这些棒棒追枪兵，棒棒有点烦，怎么办？回头打一下，先把残血的敲掉。OK， 残血村民拉走，后面村民就不要继续追了吧。棒棒稍微再打一下，好，这边一直骚扰村民，不能安心采资源哦。他这个棒棒的用意就赚到了。好，之后会第一时间去打枪兵，枪兵赶快拿下，这边可以回头打，因为这是高地。好，收掉枪兵之后原地开扁，但这边棒棒上高地直接反打，细节直接拉满，两边操作一直在秀啊。剩下两只棒棒血量蛮低的，可以考虑先去打。OK， 这边是高打低，直接反打。OK， 这边收掉一只棒棒，但是对方上高地没意义，数量不够，直接打输。OK， 那城堡盖在自己家里哦，直接守护主石跟自己门面的部分。看来西西里，啊，斯拉夫是要来打一个防守开农的一个局势了。好，枪兵直接走到箭塔下，想要来尝试徒手开拆。好，那枪兵戳一下是四滴血，但他的攻击就是四滴。这里有生意攻哎，非常狠。这里补下了城堡修道院，西西里城堡4还有20秒 ，TC 要下哪呢？这边不太好下，因为这里不能盖 TC 啊，这里这个高地斜坡的关系啊，是盖不了的。好，这里出两只萨金特卫队哦，直接铲除两只长枪兵。萨金特卫队上到城堡4血量变75滴血，攻击力8，其数值还算不错的，因为天生近防。远防都加3哦，但贵族铁骑是4防，血量100滴血，但对方是8攻，两只一起打的话应该是有机会打的。哇，这个贵族铁骑怎么打？大金特卫队这么痛、啊，一下10滴血，对，差不多。直接进箭塔防守，这边可以按几只枪兵挡一下。好，贵族铁骑到正面，但这边有两只骑士挡住了贵族铁骑的去路。后方圣女开始暗下。品种也补下 ，TC 也盖下，盖下都下了。我们这边胜率呜噜噜一下，呜噜噜，有这个有音效了，呜噜噜的音效啊。最近他好像把这个音效修好了，终于有声音了。好，这边直接硬拆。好，这里补一下，点亮。嗯，胜率也出来，放出来，照一下。哎、欸，哦，没事，应该招不到了，跑走。嗯，对方也是直接招一波，两只僧侣能招到吗？第一次哇，直接砍掉一只僧侣，我们就直接倒贵族铁骑，直接被招走一只，战况直接被改变，两只老头还倒了，我感觉西西里拿到非常大的优势，这一只老头能跑得掉吗？好，可以，好，再有新的僧侣出来。西西里继续出骑士，左边这边突然盖一根城堡，哇，这根城堡还蛮赚的，还可以守到这个金矿，让对方的附近哦没办法安心开采，而且还可以打到一些建筑，而且还有农田，这根城堡建起来并不亏，虽然看起来正面打输了，但这边只要能城堡盖起来，就还有机会。这边想要硬盖，三人这边在秀操作。村民剩下 99% 盖好，剩下两只村民，哇，很极限啊！这个城堡盖起来非常价值连城。好，赶快先吃老头 ，OK， 还有控城堡 ，OK， 那在这边城堡守住没有太大问题。OK， 找到一只血量半血的骑士，是贵族铁骑，这边想要再把骑士给招走，哎，不行，这个要低了吧？哎呦，没有。大家这边点一下这个罪赎思想，直接可以招抢对方的僧侣，这个科技哦相当好用。好，骑士出来反打一波，先把残血骑士先杀掉，后面两只骑士直接被招走，哇，沙夫这边招抢速度非常快速。等现在下一个修道院盖了一半突然不盖，怎么了？
突然盾的。两只僧侣第一时间快要好。好，这里补下一个四级，这里再补。后方三 TC 也开好，但沙夫这里面还没有开弄哎，哇，他这边兵出有点多，经济会有点危险。好，这边骑士想要去抓老头，嗯，抓到吗？抓得掉 ，OK， 但是自己也要损失掉一只骑士。上面这边开始要进攻了吗？看来他想要无视这一栋城堡，想来直接督入西西里大本营啊。但西西里大本营这边还是有生命度防守，做的蛮到位的。好，但冲车来的话就没办法远程招降了，这个冲车你要到旁边才能招掉。这边军队数量其实有点多，有只贵铁直接招降，哇，被招走一只，直接敲僧侣，还敲到一只老头。好，先招对方僧侣吗？有想法。但这边贵族铁骑进来，老头招完对方骑士之后，直接收进 TC 里。继续给对手压力，两边都在互相招降，你要不要信教啊？互相信教的游戏，你信我也信。好，但家里西西里并没有太多的军事哦，因为三 TC 开农的关系，军事层面不太够。但里面补了一栋城堡，斯拉夫这边城堡下的非常好，这根城堡可以防守住对方正面进来的骑士。这跟城堡也是，沙夫家里基本上是不用担忧的。这边骑士突然后面想要抓僧侣，好，把一只僧侣直接砍掉，但是也被遭到了一只骑士。OK， 收老头全部解掉，这边可以先撤退，但下方还有一只老头，但是骑士血量非常差，应该是没机会。我赶快进城堡，好，西西里这边要赶快苟一下。对方贵族铁骑压力很大，但这根城堡进的还不错，这意味着对方斯拉夫要继续进攻的话，就需要绕道，后面的步兵、骑兵也是哦。好，这里直接围死，毕竟自己现在是三 TC 开农，有经济优势。哇，五只僧侣。接招修马厩的村民，好，连对方的僧侣也招，哇，还招到了，赚！继续招降，到处招，能射掉吗？可以，把这只僧侣给射掉了。王明贵族铁骑继续给压力，其实你这边没有考虑要转一些兵吗？哎呦，这边直接点一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那十字军东征的话，最多是五个 TC 哦。每一个 TC 都会产生五个萨金特卫队出来。好，现在老头出去很尴尬，会被斯拉夫人直接招走。对，老头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能随意走动。那点完这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呢，还可以有抗招降能力哦，是全部单位都有，所以待会老头互相招的话，西西里会比较有一点优势。OK，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萨金特卫队走出来三防，但是对方贵族铁骑虽然有点多，十一只，怎么想到这边硬靠？但我怎么觉得看起来有点下水饺的感觉，这样打并不太好。我觉得西西里硬靠老头，哎，有赚到一点东西，哇，三只老头直接被靠死，这面居然这么多贵族铁骑还可以突围，不容易啊！这个斯拉夫人直接挡住了第一波的攻势。西西里则是损失了大量的兵，虽然这银冠盖出去看起来很有价值，但这边还是持续被压制中，有点麻烦。这边要转一些枪兵吗？重装长枪兵之类的。好，这里居然有只贵铁也走了进去，但 TC 应该可以直接把贵族铁骑给收掉。哇，这里有洞啊！他们也有，其实洞还蛮多的。好，斯拉夫这边决定要来撤退，
要来主攻这一栋城堡，想要把这个金矿给拿回来。好，左边直接找到两只贵族铁骑。好，正面三台通车顺利堵掉。西西里转出了重装长枪兵，还有护卫技术。这边再招个一波，斯拉夫再把对方的老头给招过来用，非常漂亮哇！斯拉夫人这一波绝地大反扑打得很 OK 啊，那个城堡也无视端掉了，然后正面刚刚也给到队友足够压力，但是村民处虽然现在有点落后，现在赶快撒田哦，开 TC 还是有机会追到对手经济的，毕竟自己的黄金已经挖这么多了，21个人在挖。好，那这边可以再补一下城堡，然后这边开 TC 啊也可以哦。虽然我觉得 TC 还是往后开比较好了，像他这样子哦，往后开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好，这边贵族铁骑要再进去骚扰一波吗？好，这边硬砍，但是数量有点不太够，对方西西里的长矛兵数量开始堆叠起来。哎呀，直接被砍掉非常多的长枪兵啊！好，这一波是由斯拉夫人再拿到一些胜利。那西西里人这边就要思考要怎么去把这基金爆出来之后要打什么兵种，当然现在一直打长枪兵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觉得可以配一些萨金特卫队去做一个抵抗会比较好，纯枪兵路线也不差。好，这边点下了二防，证明这边互打一波还在交战，哇，一直打一直爽，两边都在招。好，这边赶快先把对方老头给招掉。这边又在打野，斯拉夫使用强军士直接碾过去，枪兵持续出来，这根城堡能盖好吗？左边大冲车，开到左边之后直接被村民暴打，直接撤退。两边要直接盖起城堡。那么刚刚开头我讲，西西城堡盖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我并不认为对方斯拉夫人是能盖赢对方。这边还拉了这么多村来盖。哇，又盖好了一半了，对方才刚到一半而已， 65% 对上 100% 75% 66% 而已，哇，好，大概气势这里要赶快先射盖城堡的村民会比较好，可以现在再射这个城堡 92%93%95%96%97%98%99%100%还没有哇，99.76%，再一下就敲完了，很可惜啊，斯拉夫人。这边再拉出，你继续硬盖，应该是可以盖好，但这边可能要损失一些单位哦，才有可能盖好这栋城堡。好，那这里直接硬打的关系，斯拉夫损失非常多的村民哦，只剩下90村。右边这边也要盖好，这样选择撤退吗？一敲一下 ，OK， 城堡还是建立起来。这里要按自爆批吗？有炸药桶开始按了，贵族铁骑这边也要按吗？这边也按自爆兵会比较好。那现在两边经济其实有点穷哦。好，村民直接拿拳套扁城堡，敲到头破血流，也是要硬拆吗？好，这边贵族铁骑直接上来硬开，硬敲这些村民。好，但是已经升到帝王时代了。有人收到帝王时代吗？没有啊，我刚想有爆炸哦，这是炸药桶的爆炸，看错了。刚想怎么这里有蹦的一下啊？然后这个刚打架可以上帝王时代也太扯了吧！哇，这边再次自爆一波，两边的血量掉的非常低。哇，这个真的是一直打一直爽啊！这个比赛完蛋，西西的城堡快要掉了，人家还有两台冲车没了。没想到最后是由斯拉夫人拿下胜利哦，但是村民数有点落后，但也没关系哦，也重创到了西西里的经济了。好，这边想互相盖城堡，两边都对城堡异常执着。
好，这个跟城堡互相盖位置吗？这边直接敲一栋，让对方有贵族铁骑。但对方西西里盖城堡速度非常快速，直接硬盖好像也没问题，因为这里拉了20寸来盖，速度是非常及时的。这边自爆兵想要炸一波，能炸掉吗？但没有办法，城堡已经建立起来，防御也拉起来。OK， 这边再度控到对方斯拉夫的经济，完蛋！斯拉夫人本来想说这边打赢非常赚啊，结果下面这边金矿又被再次西西里给夺了回去啊。当然对西西里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虽然这边看是没打赢，殊不知他经济已经慢慢要开始来领先斯拉夫人。好，斯拉夫人这边点下这个装甲步兵，还有帝王时代。那这边算装甲应该是要来打这个剑兵勇士哦，然后加这个王家侍从去砍爆对方的长枪兵啊。好，长兵继续到处跑，拉夫的冲车只能撤退。啊，这边枪兵真的数量太多了。好，果然转出长剑兵补下一些均匀。西西里人这边点下了二防，OK， 哇，这边直接再深插进去，带来一根。西西里利用自己盖城堡加速的效果，加 50% 效果，城堡到处盖。长兵这边逼近之后，看到长剑兵只能退，长兵只能往下走，进入城堡设的范围内。做撤退，那西西里自己也转出了装甲步兵升级，还不是打这个萨金特卫队啊？好，长剑兵现在真的蛮夯的，这个战术很多人用。等下三防双手剑兵，好，斯拉夫人打剑兵勇士路线非常好，但这是怎样一个人盖堡？这个是超级冠老板啊！这边村民看到，直接拉一村，直接跟你对堡。一个人盖堡 VS 十个人盖堡吗？八个人，没问题啊，一定是多人那边赢啊。这个为什么一个人盖堡？这个太偷了吧！哦，后面村民还没有来啊，大家村民先到了，尴尬。好，斯拉夫这边转出了双手剑兵，三防也好了。好，复位技术三级攻。该补的都补了。那目前斯拉夫人有时代上的优势，西西里人这边可以考虑要不要先断村哦，然后来上到帝王时代会比较好。这里不太适合再出太多兵哦，虽然对手第一时间过不来啊。但巨型投石机可以拆掉，哇靠，来不及修，杰米勇士才刚说完就进去了。老夫我要进来喽，长兵稍微挡一下。也不太大，好，三攻腰好 ，TC 也爆开，你有城堡只能且打且退，且珍惜。哦，结果西西里人这边打出了 GG， 哇，没想到西西里人最后用长枪兵，结果遇到这个双手剑兵，只能打出 GG 吗？这边虽然有深插进去，但是对方有帝王时代的优势的关系哦，直接逆转。中间这波打了太久的架，贵族铁骑僧侣大战哦，造得非常精彩。但是西西里最后还是不敌对手的双手剑兵哦。那大家双手剑兵好一边剑勇，再加王家侍从，这边完全无从打起。虽然可以顶到帝王时代哦，但帝王时代一好，自己家里可能也要一锅被端走。这个三 TC 应该也是不保哈。那他可能觉得要吃到这么极限的话，可能也没机会了，所以选择了打出了 GG 哦。因为正面这边巨型投石机也没法阻止哦，这两栋城堡也势必也要被拆掉了哈。那贵族铁骑也是可以慢慢出，斯拉夫人这边优势也是持续扩大当中。那我觉得西西里人枪兵真是按太多，因为有可能是看到对手一直出贵族铁骑啊，哦，一直在要打架的关系，所以下意识的按太多，反而导致他经济啊没办法第一时间上到帝王时代，所以才输掉这场比赛的。好，来看一下经济。经济部分是由西西里这边拿下木头的胜利，但食物果然是有斯拉夫，因为食物它的效率是增加 10%， 非常多。
这边石头黄金都小赢一点点，两边经济差不多，但是这边拿到四胜五，斯拉夫打到后期是蛮赚的。那我觉得斯拉夫人这边前面哦打得非常漂亮，贵族铁骑加僧侣硬扛这边枪兵，然后再用城堡继续慢慢推回去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中间这边还有一度用重车撞掉，也是打得相当精彩啊。那我后期哦直接上帝王转出双头剑兵，这个流程相当的行云流水，拿到非常多的优势。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那如果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下订阅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各位，拜拜。